华为 Nova 7 SE 图赏。4月23日，华为 Nova 系列新品发布会， Nova 7 SE 正式亮相，搭载麒麟820处理器， 6.5 英寸 LCD 打孔屏，拥有6400万后置四摄，支持40瓦快充等。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 Nova 7 SE 银月星辉配色版本，并为大家拍摄了精美图赏，一起来看一看。打开包装盒，就是 Nova 7 SE 的手机本体。底部暗格内包含说明书、取卡针、一个清水保护壳。 Nova 7 SE 标配40瓦超级快充充电头，并附赠 3.5 毫米接口的平头耳塞一个。全新的华为 Nova 7 SE 共有四种配色，分别是婚夜黑、奇境森林、仲夏紫、银月星辉。我们拿到的这一次是 Nova 7 SE 的银月星辉配色。全新的银月星辉配色采用渐变色设计，看似银色，却有着浅蓝、银、粉红的渐变，仿佛清晨日出的淡蓝色天际，傍晚浅红色的暮色和深夜的月光相结合。Nova 7 SE 的侧边电源指纹解锁一体化，保持了机身背部的一体化。后盖采用了 3D 曲面玻璃材质，带来更加舒适的卧室体验。Nova 7 SE 正面采用了 6.5 英寸极点全面屏，屏占比 90.3%。后置四摄采用了矩阵式设计，闪光灯位于摄像头模组的右侧。底部分别是扬声器开孔、Type-C 开孔、麦克风开孔和 3.5 毫米耳机孔。